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生物奇谈。眼镜王蛇是蛇类中最恐怖的存在之一，它被称为蛇之煞星。最大的眼镜王蛇接近6米长，10公斤重，同时又有着强烈的神经毒素。不说其他的蛇类，即便是大型的食肉动物，见了眼镜王蛇也会悄悄避开，不敢与之正面交锋。不过尽管眼镜王蛇威胁性巨大，这世界上仍然有3种动物可以称得上是它的克星。第一种，蛇鹫。在动物界中，蛇鹫不会轻易去攻击眼镜王蛇，因为对付眼镜王蛇要耗费的功夫比较大，就像狮子一般不会去攻击猎豹而选择攻击其他生物一样。但是蛇鹫的确是可以打败眼镜王蛇的，它们的直立时身高接近1.5米，一双有力的大长腿，快捷的反应，钢钩似的爪子及鸟喙，都是各种蛇类的噩梦。第二种，蛇蜢。蛇蜢看起来是一种萌萌哒的小动物，但是它们却是天生的捕蛇能手，就像猫天生会捉老鼠一样，蛇蜢天生也会捉蛇。而且蛇蜢对毒蛇好像有一股天生的恨意，即便吃饱了肚子，见到毒蛇也还是会痛下杀手。此外，除了自己天生就具备捕蛇技巧之外，蛇蜢体内也有着神奇的抗毒能力，即便是眼镜王蛇的毒液也奈何不了它。第三种，蜜獾。蜜獾在广大动物爱好者口中又被称为平头哥。这种动物非常的古怪，它们的胆量非常大，无论是面对什么动物都敢发起进攻，因此它们无所畏惧。在自然界中，无论蜜獾中了什么毒素，几乎都能在2个小时内分解完毕并恢复如初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本视频元素源于网络，由生物奇谈剪辑配音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并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